女模步上国际舞台的不少，但当上国际品牌的代言人，吴宜桦可是第一位，与国际超模 Yeehee、Dream Dance 等并列 Maybelline Girl。除此之外，还是出现在 Maybelline 全球广告的第一位亚洲模特，连 New Era Magazine 都为此采访她。今年才21岁的她，把四大时装周的纽约、米兰、巴黎时装周都走遍，连高级定制服都走过。最近刚走完17春夏秀的她返乡探亲，一起来探听她的小秘密。计划永远都赶不上变化，因为其实小时候很喜欢计划，就觉得我一定要做这个事，我要做这个事。可是很常就是遇到你事情所有都安排好，可是突然有一个变化，一个事情来打乱你计划，我就会很生气，我就觉得那我干嘛花时间计划？我就想说算了，就之后都不要计划。所以现在我就是告诉自己，做好当下的事情，然后只要当下的事情做好，以后如果碰到什么事情，我也不用再回过头去处理之前没有做好的事情。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。我们一开始认识就是知道对方这个人的时候，是到以现在来算大概是2年半前的一个工作开始认识，就知道对方，然后他有 Instagram， 所以我就知道他有在做刺青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，那我可不可以找他刺青的话就之后我们有互相的 WhatsApp， 然后他就问我说，他说那你什么时候再来啊，我们可以 hang out 或什么，然后才开始慢慢的在就是出去就认识彼此，然后大概是过了3个月吧，我们他才问我说，就是那要不要在一起这样。对，没错。你看看这个腼腆的笑，就算已经明恋超模的吴宜桦，还是有无限少女心啊。